我去到那个街角看一下，他们有人扔的家具啊，一个储物的架啊，到那看一下。是那种橙红色的，瞅着还挺新鲜，大小也还行啊。哦，这边有个亚裔的妹妹，在这等餐呢。到那看一下，应该是还不错啊，是那种分层放东西的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把它拿回来啊。因为我想把我的这些东西都分门别类的放好啊。然后自己屋里的这些东西给它分成不同的类型啊，它应该在这个车的后面挡着。是一个橙红色的，橙红色的，别人扔掉的。这个储物架还算比较新，还是。然后这是一个双层的柜儿，这个双层的柜儿，这个瞅着还行，对吧？这个是密码柜儿吗？这是。415，它这个是下面写着415啊，是不是已经什么了？我看一下，这个在这咣啷咣啷咣啷这样动呢，这样的，这个是比较高这个，然后它这个卡头上面也有卡头，这个比较高这个，它这个质量瞅着也行吧，这个是不是太高了这个？哇，它这个磕这个门，咣啷咣啷的磕，是不是忒高了？我觉得它有点，它这个太高了，它这有点。这个柜儿我看看可不可以拿啊？这个柜儿，这个储物架倒是不错，但是感觉好像有点太高，有点太高。这个柜儿我研究一下啊，我研究一下。研究一下，看一下它这个，我估计以前的主人在扔它的时候呢，是把这个密码调到一个开的位置啊，看可以打开，对吧？啊，是这种的，不是铁的，不是铁的。下边这个质量还行，这个质量，这个带一个轴的，这个还不错，对吧？这是调到415，415是旧金山。当地的电话的这个前几位，如果把它变成 C16，如果417的话也打不开。哎，打开了，打开了。也就是说，它这个密码锁是坏的吗？它这密码锁，这个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。这个柜子重不重啊？还挺重，这个还挺重。这个呢？这个怎么样？这个重不重？但它这个太高了，这个一拃、两拃、三拃、四拃、五拃、六拃、七拃、八拃、九拃，29，1米8，1米8那么高，1米8有点太高了吧？1米8。然后这个是它那个坯儿，好像是实木的，是实木的。它这个啊，上面是个这个卡头，这个1米8好像是太高了吧？1米8，它如果稍微矮一点的话还可以啊。1米8有点太高了，1米8是吧？1米8有点太高了。除非把这个拿去之后把它拆它，拆它，然后把这个当床板啊。但是如果拆了之后，就有点可惜。拆了之后啊，是吧？1米8，1米8，我那个房间应该没地方放。我感觉应该，
空那个地方能放了吗？这个不要了，这个它不是铁的啊，这个不是铁的，而且它这个密码是坏的密码，好像是。不过它这个斗还下面倒是铁的，但是好像有点太没必要了。1米8怎么放呢？要是拿的话，应该是放不了，太大了，对吧？太大了，这个倒是不错，质量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对，2918，正好是一个人的高度啊，1米8。好像用不了，我觉得应该用不了，应该是用不了。是吧？应该用不了。1米8，我那个看，上面也不行啊，不行不行，走了，放弃了，不要了不要了，不行，用不上，太大了，太大了，太大了，不行，我要把这个搬到屋里去啊，这个有点大。今天那个香港先生说这个阳台太占地方了，我把它抽屉都拿掉了，抽屉拿掉了，用一个小的来代替它。你说现在已经12点多了，是不是已经被收垃圾的收走了？看一下吧，如果没收走就最好了。好像是不在了吧？好像是不在了，被人拿走了。哦，可惜了，这个柜子有，但是那个被人拿走了。哎，没有了，算了，算了，那就那个吧，那就用那个吧，那个它。就那个吧，那就不用折腾了。其实那个正好啊，那个1米8，跟那个正好是一体的。他那个抽屉给他卸下来了，然后这是一个储物架，这个相对小一点，他来替换它吧。啊，这是他这个隔板。把那个大的这个拿到屋里来，把这个稍微小点的放到这儿，这样的阳台空间宽一点。那个香港先生今天有点着急了，生气了，说这个阳台给我们去占满了，扔了，就清理。这边差不多了，这个收拾出来吧，应该是可以了。这个阳台比较整齐了，对吧？这个小男孩早就不走了。上边行李箱，啊，行吧，就这意思吧，稍微整齐一点就行了。一会儿把地面再清理一下。凌晨2点多了，还有一些活儿，把这个架简单的擦一下，简单的擦一下，给它放到屋里啊。这块都已经生锈了，简单的擦一下，还有这个架擦一下。这是文件架，放文件的，擦一下。开始忙了，我现在只能用最快的速度简单擦一下。2:13凌晨，就当大潮了，也不用肥皂水擦了啊。这个铁架，这种擦，然后还有这个高脚凳，这也是简单擦一下。还有这个白色的水桶，开始弄啊，开始弄了。再见再见啊，开始弄了。然后这个阳台基本上就出来了，弄好了，阳台弄好了啊，还是比较提痛的阳台，比较提痛的。
这个轮用不上，把它卸掉吧。它这个按照它的设计的本意呢，是放在这个地上啊，但是我这个打算把它放在桌子上，这个轮用不上了，能卸掉不？难道卸不掉吗？应该能掉啊，怎么看不出它往外出呢？难道这个轮卸不掉吗？应该是能卸掉啊，怎么转它都不掉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是拿钳子拧，知道了，拿钳子拧这个螺丝，对，这个钳子太宽，太厚夹不上，然后用这个厚厚扳子把这个比较薄一点啊。刚才试了，用这个厚厚扳子可以，用这个先用这个一个个来，也不要太着急，你啊，这样的就倒住了，点点的给它拧掉。嗯，怎么不动啊？松扣了有点。嗯，现在好了。有两个手动吧，一个手不行。卸掉两个轮，但是另外两个锈死了，拧不动啊！怎么拧都拧不动。我试了一下，如果倒着放，让轮朝上呢，只能放五个抽屉，放不满啊，上面没有滑道，上面。这咋整啊？就是只能少放一个抽屉，要用轮儿呢，放在桌子上它会掉啊，这有点难干啊。我再想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给它弄起来。锈死了，它这个粘成一体了，给它安上吧，卸不下去，安上吧。只能先安上，以后再想办法。我给这个滑轮下边给它卡一个什么东西也行，对吧？嗯，怎么拧不进去了？给它拧进去，用两个手拧。这四个轮，嗯，把这两个又上上了。它里边有这个毛什么的，我拿筷子把这个。拿这个脏筷子把这个毛给它夹出来啊，这专门，这个筷子专门夹地上的这些脏东西，给它清理出来啊，然后再消擦一下消毒。